继续开会。请周委员继续宣读。接着请看财经列第72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南子区高仓段13-4第一号国市共有非公用土地，市有土地持份15782，持份面积为416.62平方公尺。拟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有没有意见？请立下经验。谢谢主席哦，是不是请局长说明一下哦，这边的那个持份的部分，到时候我们怎么去标售呢？是分别吗？分开还是共？就是那你看明共同处分，还是我们分开？请局长说明。好，谢谢主席，还有谢谢李议员哦。这个也是我们跟国有地的啊共分啊，我们的持分是15782，但剩下那持分稍微多一点，是那、是属于第三种住宅区了。是，那我们持分这样算出来是多少？400多嘛，哈、哦。416平方公尺。对啦，咱现在买是咱自己买，还是跟民做伙买？当然，我们会一起卖。就是规批安尼做伙买嘛，按公好啊吗？当然，当然，就是我们完成这个程序之后，我们就跟国产署会由他们来卖，或者由我们来卖，我们会。不管由谁来做标售的动作，我希望在我们的网页上、我们的资讯上也可以有看得到这笔资讯。好不好？让它更透明公开，因为我想要让我在这海报啊，还有相关其他的一个宣传的部分、啊、也让其他市有兴趣的市民朋友知道。好，谢谢局长。谢谢。好，没意见。照审查小组同意办理。现在请看财经列第73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凤山区道爷部段136-363第一号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104平方公尺。拟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有没有意见？你有经验。主席，我看一下实际的图片好不好？所以它是有零路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71巷那里啊。它是有零路吗？是是。前面是几米路？对，那个是几米巷啊？应该看起来是5-6米了。4-5米而已，4-5米，对，轿车可以开了。是我刚要问你说，你那出入会不会有问题？你就是轿车可以进出就对了啊，轿车也可以，应该可以了，4-5米小轿车可以了。是是是，它构没办法去构成林那个什么麒麟地的那个，它旁边我看蛮大块的啊，董说这不是麒麟地，这是我们要标售。旁边爱人，旁边爱，它旁边。应该不是我们的地啦，就不私人的土地，他们不是比较大吗？我看这一笔的那个大概几坪啊？哦，也有30坪，也有30坪。你把它秀到实体相片，对啊，我们就是这围起来这一块空地是我们的，是，所以上面我们现在是那个空地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独了加个五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对啊，也是在附近吗？就是有一段距离，另外一笔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不同的，好，在别的地方。好，谢谢局长，谢谢。我没意见。没有。同意小组同意，尊重小组同意办理。你看财经的第74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凤山区道爷部段下菜园小段90-17地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65平方公尺。拟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列第76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冈山区大泉段31-15地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199平方公尺，拟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列第78号案，案由
请审议本市冈山区冈山段572-7D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270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按照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的第79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大寮区专子窑段2476-1、2476-2D号等两笔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合计为72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的第80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茄定区旗肉段573-46D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133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的第81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旗山区中华段1059-2D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223.74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接着请看财经列第89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鸟松区美德段281-1、281-2D号等两笔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合计为404.11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列第90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鸟松区林内段61-1D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203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请看财经列第91号案，案由请审议本市小港区二桥段1343D号是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积为70946平方公尺。您完成处分程序后办理设定地上权案，委员会审查意见，同意办理，请审议。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同意办理。财经会委员会市政府提案审查完毕。谢谢大家辛苦。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，散会。